三二一。嗯？对游戏规则是吃气球来变蒸气球，啊，看东坡是什么颜色诶？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懂嘞。你们懂吗？没懂啊，就这样。红色诶，红色啊，粉红色啊，哎，粉红色的气球啊。那就是女生啊。三二一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